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支优美浪漫的古典舞送给大家，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吧。动作展示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
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我们一开始伸向五点，背向一点，然后左手在头斜上，左脚在我们的右斜前方。好，扇子在我们的胸前，半遮脸颊，然后两次大呼吸，我们的左手要向上推，然后吐气，手臂随着我们的膝盖和气息动两次，然后手臂向旁边拉开，横向拉开，接一次涮胸腰，吐气，造型量在一点上，大回腰回头，然后快速吐气，左手开始啊撩起，右手在上，经过五次之后摆好下腰的造型，扇子到胸前，抹在胸前，吐气转身，从左边转身，第一次遮面，第二次拉开，摆好此造型，看左手在扇子旁边，这时我们的左脚还是在右脚的斜前方啊，摆好此造型，然后大呼吸，经过提再落，手臂从我们的八点抹下来，然后反面一样，从二点抹下来，吐气。好，然后扇子从我们的半遮脸颊，抖着扇子往下走，抖着扇子拉下来。这时候我们左脚、右脚走四步原地，同时手臂跟着它摆动四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快速上步，往我们二点方向上步的同时，送腰、送手、送胯，啊，经过一个下腰，手臂拉长，然后走回来，原路回来。这时候我们身体一定是一个立圆，身体的方向是朝八点，但眼睛看二点，手臂是斜线。好，再来一次，二、三、四，一定是走立圆，吐气，扇子走大圆，从左手指尖一直滑到右手指尖。好，第一部分结束 ，B 部分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打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我们第一部分停在这个舞姿之后，脚下是横移碎步，扇子从合到关到交叉啊，注意在这儿两个手臂架起，然后返回来。这次的脚是在后边，手的位置是一样的，然后快速扇步，这是有一个盘扇，看扇子和脚尖先走，盘扇过来之后，还是一是先遮住脸，二是露脸拉开，三是再斜下，四是再跨旁。好，四个舞姿再做一次啊，一、二舞姿，三、四。好，舞姿没变，只是脚下变了。快速上步，盘扇，五、六遮脸，七、打八。好，把人露出。注意，这时候是踏步，双扇在我们的扇子在旁跨旁啊。好，接下来再反复一次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。好，第二次的时候，我们左脚向八点上步，然后走下弧线的一个立圆，双手晃手。五、六，一次慢的，两次快的，七、八。这时候我们走跨要有一个立圆，同时还有上下的起伏。七、八，好。接下来这个动作我们之前第一部分用过，好，再来一次。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捋着我们的胸前走。七、八。好，接下来上步四，扇子是从关到开，看我们的扇子有一个关到开造型，二
然后收回，快速转身，从底下起。这时候我们有一个仰胸腰，勾脚，四，然后快速落扇，向我们后边五点方向走四步，同时摆扇四次。八，这时候我们注意胸腰要展开，两个手臂要背在后边，摆扇四次走。好 ，B 部分结束 ，C 部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我们第二部分走完四步之后，然后我们快速由手带动脚下，啊，走圆场，这是圆场。然后我们向我们的八点方向摆好造型，把后背亮出，扇子要托平。看，一手斜上，一手斜下。好，再来一次这个路线啊，从后边五点开始，由我们左手打开，从底下走一个大的立圆儿，到位。接下来两个手是平行，看扇子和我们的手掌心是平行，同时我们身体往外边转，左脚撤，然后右脚撤，相反方向。注意一定要送后背，左脚撤，每一次撤步的时候膝盖有一个吐气。好。右脚撤，好，接下来先走扇子，由右手带，又是走了一个大的弧线立圆，然后左手向上，动作跟刚才相反一样，然后吐气下来，我们的扇子走八字圆，六，两个手是同时一致的，一定是一个路线走，四遍，六，这时候我们身体的方向是朝二点，五，六，碎步，七，八，好，接下来的时候是两个手各自盘，看我的脚往我们旁边七点方向上步，然后各自盘手，右手到拿扇子向斜下，左手是在耳旁摆好这个舞姿，摆住，同时踏步位半蹲。好，接下来站起来，左手不动，脚下还是悠荡起来，走四步，扇子随着摆，眼睛看一点。好，这时候我们要给一点旁腰。好，最后还是由左手带往三七点走，然后再由右手带，我们的脚下是走立圆，最后上步，六，扇子是在我们的立前面前画立圆，然后向二点斜下推出扶扇。这支浪漫的古典舞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次再见。